这首歌曲名叫做《奔放，奔放》。
你要讲一下歌名吗，潘姐？啊，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《浮云游子》。啊，就唱吧。会在这边啊，大家能够来欣赏，而且其实我们歌手自己虽然我们是表演者，但是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享受这样子的欢乐的气氛。所以呢，我们啊有特别谢谢我们的歌迷朋友们，也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支持我们啊。每次到这个时候，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啊，我们要唱的是最后一首歌曲。最后一首歌曲呢，其实听起来虽然感觉有点离别的感受，那种感伤的感觉，但其实呢是怎么样酝酿我们下一次见面的开始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，这个虽然大家在鼓掌鼓得有一点点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是依依不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来唱这首歌曲，好不好？这首歌呢，来，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位置上来。是的。这首歌曲为各位带来的是《闪亮的日子》，谢谢。